醒来替代你撤离，逃避现实中的 feeling， 不挣扎的细菌，来不及逃离的旅程，小心维持住正常的体温。当你为增强防御加了几针，当你被丢进垃圾堆里极限，生分身材让我们长期日子荒废，但没放弃，直到在脑袋里塞满太多疑问。有时想出门，却被告知不能，即便能吃的已经不剩多少库存，你当然清楚得服从那些部门，再不爽最后也只能说苦命。不合常理的狼狈，看不懂的藏匿的床位，所谓的庇护，你做的决策都对，什么都对，那些守卫在你的周围，随处可见严密的防备，你不会迷路，只需要像个被人牵着线的木偶盲目走。 Ooh, what's happening when anything goes wrong running up， 跳进来替代你切零，逃避现实中的 feeling， 无挣扎的细菌，来不及逃离的旅程，小心维持住正常的体温。让你大跌眼镜的例子还没看够吗？有多少人还坚持一直义务战斗着？尽管那有些 rules must 有点不合理，想提点要求可以不可以？我知道有些是管理，有些是算计，有些个快递也终于变成慢递。即便最终我们打赢了这场战役，却丢失掉了曾经的善意。不合常理的狼狈，看不懂的藏匿的床位，所谓的庇护。我的决策都对，什么都对，那些守卫在你的周围，随处可见严密的防备，你不会迷路，只需要像个被人牵着线的木偶盲目走。 Ooh, what's happening when anything goes wrong， 让你能跳进垃圾堆里切零， Go for your whatever。 Ooh, what's happening when anything goes wrong running up， 跳进来替代你切零，逃避现实中的 feeling。 Ooh,